放置桌面上，再将病人的患侧手放置镜箱内或者是镜子的后方，接着调整镜子到适当的角度，让镜中的成像看起来像真正的患侧手。接着请病人注视镜中的成像，想象自己的患侧手正在做出相同的动作，每日一到两次，每次15分钟，做的过程必须要专心，中途若有不适或晕眩的状况就立即停